能够代表祖国飞天，我始终怀有强烈的还有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。这次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第一次载人飞行，我有幸能够开跑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棒，我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的。这次任务也很多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空间站核心舱这个太空家园布置好，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的验证实验。任务呢也是很艰巨的，挑战也很多。我想我和波明洪波我们三个人一起会密切的配合，精心的操作，克服一切困难。我想有全国人民的美好祝福，有工程全体的支持和鼓励，以及我们前期训练打下的坚实基础，我们有底气，有信心，也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。